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贵州喜酒杯2023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我是这一时段的解说员周冠达。即将要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第七轮上海地产集团对阵汕头Mingrun的第二盘争夺。在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当中呢，赵子豪、周凯3-0战胜了李毅杰、林高远，为上海地产集团拿下了首分。第一局，樊振东发球，0-0。好，来看双方的首局。1-0。哇，今天开局后，樊振东的状态进入的非常的快。高质量的上手，包括形成到相持后呢，正反手的全面照顾。0-3。对于徐海东来说，这场比赛就是要放手一搏，而且不要去太过于在意场面上目前的局面。重发球，0-3。重发球，0-3。擦网。好的，形成反手的相持后呢，樊振东主动的寻求变直线，而且线路给的很刁钻，我们可以看一下，带着暗劲儿啊，去穿出了直线的位置。2-4。2-4。哇，放了一个高球之后，樊振东侧身转正手，再度的反拉得分。其实这个球我们看啊，徐海东已经感受到樊振东要去侧身反拉了，而且在补板的时候紧接着又是连续的高质量的上手。那确实这一板樊振东是借到力了啊。5-3。5-3。现在徐海东如果在接发球拧拉的环节上不能拧出很高质量的话，尽可能落点要有些变化。嗯，秀了一波手感。3-7。3-8。3-8。8-4。
现在徐海东开始加强了一些台内球的控制，也是非常符合直拍打法的特点，落点的调动，那种长短的控制，有一些软性的进攻。逆旋转发完之后呢，衔接了一板侧身位的这样的一个高吊。其实这个球徐海东是有些推过来的，而且有一些粘网，漂亮，形成相持后一直在落点上控到了徐海东的中线位置，抓住机会后快速的变直线。徐海东这一分的反拉非常的不错啊，我们看勾到了底线长之后果断侧身反拉斜线逆旋转。这两分我们看徐海东从上一个轮次开始在台内球的控短做的就要更细腻了一些，确实不错啊。正手果断的暴挑得分，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11-7。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高抛，连续的两分是形成到了反手相持后呢，徐海东我觉得提速了，衔接要做得更快了一些，确实如果想要在和樊振东的反手相持当中占据一定的主动状态，这个速度一定要先提起来。0-2。1-2。来到了第二局，我们看徐海东也是加强了很高的进攻的态势，有了一些搏杀的感觉。但现在呢，加质量是对的，然后搏杀也是对的，但一定要在适时的情况下呢去收住手，如果搏得太过的话，容易出现无谓失误的情况。开局后的几分，徐海东都是通过反手的进攻得分。
哇，3-4。你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球真的是太考验腰了哈、啊。虽然粗，但是它灵活。擦网之后来到追身位，还能够让开位去拉到直线这个点，非常的不容易。5-3。徐海东现在要保持住这样的比分优势，才会有机会。嗯，依旧是利用发球轮次的机会，主动的快速发动。现在面对徐海东的一些搏杀球呢，樊振东应该会有一些巧打的这种处理啊，包括落点和节奏的变化来打断徐海东的搏杀的态势。5-6。可以，徐海东现在的战术没错，现在呢已经是这种比分压力又来了，但一定要保持住刚刚的状态。现在对于徐海东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的退路，一定要坚定一些。这是樊振东的侧身抢攻失误。裁判提示了徐海东的发球。7-7。7-7。来到了第二局的关键比分阶段，而且这一局的比分相对比较焦灼啊，徐海东能否坚定住之前的发挥很关键了。8-8。9-8。这个球樊振东是想要在接发球的阶段呢寻求一个主动的扭拉，但是落点啊感觉还是可能没有太拿准，所以第二反应去摆了一摆，摆了一个帽高，被徐海东台内抢攻得分。哇，漂亮。相同的落点上樊振东没有再去摆短，而是捅了一板长，而且落点给的比较开，迫使徐海东高调起来之后呢侧身反拉直线。
3-9。哇！天哪！樊振东胜。这个球已经是在前三板上看出了80%的被动啊，但是用20%的可能啊，拿下了这一分，太不容易了。在反手位连续顶住了徐海东的正手进攻，太精彩了。其实刚刚这个球应该给一个回放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樊振东转反手之后，徐海东也没有减力，确实这种实力啊真的是足够厚才能打出这种球。樊振东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两局的比分11-7、11-9。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1-0。非常巧妙的上手侧身轻拉了一板直线，3-1，来到了第三局。我们看樊振东也不再去通过质量这一个角度啊去占据主动，加强了一些变化，这种落点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包括接发球手段的变化，继续采用勾手。1-5。好，暂停回来，徐海东的发球。2-5。
落点上强压到徐海东的中线，但是在这一板侧身的反拉上啊，我们其实要注意，因为徐海东他在远台的时候，他这个正手和反手旋转都比较强，所以这个球看似力量不是很大，但过来的时候会很拐很拱，如果一旦落点没有卡住的话，就出现板边的情况。勾手发球的第二分直接得分，都是在落点上给到了徐海东的正手短位置。4-6。4-7。哇，还是在台内控短上把落点调动到徐海东的正手短小三角的位置，紧接着衔接了一板反拉直线，这个真直啊。8-4。9-4。5-9。这样的话，樊振东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10-6。还是很慎重啊，在还手握着三个盘点的情况下，樊振东请求了暂停的机会。连续的控短后上手失误，现在分差再被缩小到两分。哇，漂亮，顶住了樊振东的反手发力，而且完成了转正手的加质量啊，这一分确实精彩，徐海东打得很顽强。关键的一分了，来到正手位勾手，徐海东的倒地反拉跑动能力非常强啊，
扳平了比分，连续的挽救了赛点啊，盘点啊，真的是不容易。漂亮，关键的比分上来到了10-10，敢从中底线长球，然后衔接侧身的反拉，这种战术确实很有魄力啊，艺高人胆大。再次的拿到了盘点，随着樊振东的一分拧拉得分，这样的话也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汕头明润的徐海东，也是帮助上海地产集团把大比分扩大到了2-0。那在这一盘的单打比赛结束进行过后呢，即将进行的是双方第三盘单打的对决，由上海地产集团的周凯对阵汕头明润的林高远。